嗨，各位，现在是早上的8:30左右，今天起了个大早化妆，因为今天是我表姐结婚，那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个 vlog， 然后顺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绍兴农村这边结婚的习俗。出发去姐姐家了。到了到了，好显眼的气球拱门，就是我小舅他们家新造的房子，所以旁边还会有一点点孤零零的感觉哦。你有没有坐电梯上去？嗨 ，Hello， 姐姐一早起来化妆，人都是猛的。化妆结束，疯狂给姐姐拍照。我姐最擅长的剪刀手，当然得和新娘子合照啊。到了我最爱的环节，满满当当的全是人设口吻。新郎新娘在门口迎宾，开饭了，烧三鲜，超大的大肉包，焖烧牛肋排，榴莲酥春卷，雪菜烧鲍鱼，清蒸龙虾，白灼虾，白切鸭肉，干菜蒸鳗鱼，糖醋排骨，我超爱的扎肉，火腿蒸鸭，清蒸东星斑，松子拌马兰头，我真的很爱吃，清蒸帝王蟹，红烧猪尾，鳕鱼蒸虾，呛蟹，还有很多小炒，真就是满当当一桌。吃完饭回来收拾收拾，准备新郎来接亲了。夹在大腿里面，然后挖掉，一边挖掉一边唱声。我这样被你征服，整个路所有北路，我的爱。拥抱做什么造型？对不起。脚不行，脚不行啊，手还能动啊，脚真的不行了。脚是。爱心，爱心。他不哭。哎，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了。好，下一个是诗词问答，用诗词来表达你对新娘的爱，你们的文化水平。我先给你们来点简单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是君子好逑。然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句。孙武采过东篱。然后是前面长物相望，前一句。长物相望，红包。每个人谁说红包能解决问题？不对，太多了，没那么多。中间还有新娘，新郎说白。我没说白。新郎说白，我和陈白的新娘的照片放在地上，让红包在红包上。亲一下，跟着 iPad， 然后跳一段舞。我们看一眼，今天学习一遍，你们看一眼。新娘说可以了，才能跳的还可以，才能过关，所以好好学。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立位要跳出来。没有即日生效，有效期一辈子。新娘要出门了，坐上特制的轿椅，长辈拿上火铳，由家里的女性长辈换上婚鞋。我们这母亲不能陪新娘出嫁，再由两个哥哥抬出门。出门前要来回晃几次，表示新娘舍不得不想走。到新郎家了，新郎抱上轿椅，再由新郎家的两位男性长辈抬进去。新郎家的两位女性长辈给新娘洗脸。各大金牌姚玲玲身上无论有各位收着冰雪金砖不读书林家儿内地多人打不大会迎接会亲上亲娘交大天地一大天地一柱步三柱步三柱步十八柱步一柱步三柱步三柱步五七八步一柱步一柱步这里是我们这结婚的传统，走麻袋。几个男性长辈把几个麻袋来回传，让新人走，寓意代代相传。
回到房间吃下汤圆仪式就结束了。男方家会准备下午茶陪女方家亲戚，然后就又是吃吃吃。这里我这个眼神是因为我弟又欠抽，他可能数欠的。有吃晚饭了，少三鲜，海参翅羹，大肉包，清汤鲍鱼，红烧鸭，椒盐皮皮虾，咸蛋黄排骨，盐水鱼肉，白灼虾，炒牛排，炸肉，龙虾，清蒸东星斑，枪蟹，红烧羊肉，珍宝蟹，咸肉蒸鳗鱼，鳕鱼蒸虾，小炒夏威夷果，最后祝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女孩新婚快乐，永远开心。